岁女孩的故事，你听我说。一个人的时候也会常常发愁，从不低头，藏在坚强背后，像刺猬一样收起了所有温柔，只是想保护自己，远离成长的节奏。女孩她悄悄地走，渴望遇到个星球，那里有她的朋友，每天都喋喋不休，游戏水长流和几片白云悠悠，快乐天长地久，要什么功成名就。我今年刚好18，不想要交新朋友，我的脾气有点怪，对人说话有点凶，你不知道吧，其实我也会害羞，你经过我的书桌时候悄悄抬头。嘿，吴景浩。夏天的同学走过操场，跳着笑着唱着歌，午后的阳光要配奶茶喝养乐多，化学作业早不知道去哪儿了，有了你以后梦到的世界都是彩色的。来，给他摁着。啊。吴景浩，你趁人之危。是你抓的我啊。你看啊，你就学不会人家那种柔柔弱弱的样子，不就摔个跤吗？你有水杯没啊？我给你倒点热水，先吃消炎药。热水？这种天气？啊，那我去给你买矿泉水。班长迷得晕乎乎的，嗨，快别说了，像这种转下来的八成是因为早恋。说什么呢？没凭没据在背后说人坏话，医学证明舌根嚼多了是会长口疮的。我们说谁坏话了？是你偷听我们说话才不好吧。就你那大嗓门，我需要偷听吗？我有水，不用买了。有病吧？这些班主任的课，班主任的课就更往前点了。吴景浩真的挺奇怪的，他以前只关心学习的，怎么突然这么关心韩非啊？所以我才问你啊。同学们好。好了，我们把课本翻到32页。回家以后记得把习题做好。好了，下课。跟我到办公室。说吧，为什么要换座位啊？韩非和王楚彤关系不好，他们俩坐在一起会影响学习。同学关系不好，我们应该主动引导他们俩和好。你这样把他们俩隔开，他们不是跟我隔阂吗？我韩非不一样，大家对他好像有些什么误会。有什么误会啊？老师，你知道韩非为什么转学吗？你问这个做什么呀？没有，就是关心一下同学。我听大家说他好像是因为……
早恋？没有的事儿。韩非是个好学生，他只不过是在学习上不那么积极而已。你其实跟他坐在一块儿吧，也挺好的，可以带动一下他学习上的积极性。他今天上课是不是又睡觉了？哦，他今天早上从楼梯上摔下来了，把脚摔伤了。老师，你知道他家在哪儿吗？我送他回去。你送他回去啊？进。报告。进来吧。老师，这是我的请假条，刚才摔了一跤，下午体育课。那好，受伤的就好好休息。谢谢老师。再乱打听我们家的事儿，信不信我打断你的腿？你呀，主动关心同学是好事儿，可你总打听人家家，你别说韩非一个女学生了，就是我也觉得奇怪啊。唉，只有体育课这种时候，他能光明正大的跟你在一起。你也知道你对不起我呀。你自己玩哦。行啊，哎，别走啊！哎哎哎哎，我给你打两拍，来，来，垃圾！我告诉你，赶紧好好打两个，让我杀你一下，报我早上的仇。捡球去啊！你打非得你捡，我是不是打过去了呀？是不是你没接住球？肯定你去捡呀！这么小个球怎么找？教导主任那里应该有学生的档案才对啊。自己的事情没干过呢。你干嘛呢？找什么呢？我在找昨天测试的卷子。找卷子干嘛呀？我觉得我昨天发挥的不好，想拿回去重新做一遍。班长还是有觉悟的啊，还知道发挥的不好。你自己看看，这么简单的题都能做错。还有这几题，咱们上课是不是都讲过？讲过，讲过，讲过，讲过。干嘛呀？拿回去重新做呀！哎，好嘞，主任，好嘞，主任，谢谢主任。主任，我走。小飞，你看着吴景浩去哪儿了吗？吴景浩，我刚刚上厕所的时候，好像看到他往行政大楼那边去了。行政楼？嗯，那不是学校最高的楼吗？吴景浩又想不开呀。景浩啊，我们公开我们的关系吧，再这么藏着掖着我真的受不了了。你回来，你为什么一个人悄悄来这儿啊？你到底有什么你可以跟我说呀？是不是因为马疯子？如果要真是因为他，那我豁出去了。我为了你，为了我最好的朋友，我要向全世界宣布，我们要光明正大的在一起。你有病吧，景浩啊！
哦，你说之前写的那个，撕了吧。撕了这件事就不存在了吗？作为朋友，我真的不能坐视不管。没有一件事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。而且你要记住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永远都会在你的身边。你确实在我身边。哎，打扰了。对不起啊。哎呀，你知道人要是突然改变是很困难的吧？是啊，我从你身上就看出来了，想要改变一个人太难了。哎呀，所以你那个遗书就是写写而已，不当真的。你能别再说这个事儿了吗？哎，话说回来，你知道韩飞为什么转学吗？不知道啊。你问这个干什么？哎，你不要去招惹那种人的，听说惹了什么事儿呢？惹了什么事儿？哦，我知道了。你是想让韩飞罩着你，这样马疯子就不敢欺负你了，对不对？看不出来你还有这种小心思哦。小贝，你不开心吗？你吃这么多还买那么多东西啊？这个是留给晚上吃的。晚上？嗯。我们要上网课了吗？不是，教导主任说新作文大赛一定要用电子版，可是同学们都是手写的，就让我去录作文。我本来要去参加白振宇的粉丝见面会的。哦，是这样啊。当学生干部还真是辛苦。我好不容易才买到的票。我帮你啊。什么？我说我帮你录作文。吴金豪，你真的太好了。这些都给你了。哎，没事。哎，这个也给你吧。好。哦，对了，那你录完之后，记得把门锁上。好。哎，来了来了。让你捡球，你去哪儿了？知道后来体育老师让我去找，我找了多久？找到了吗？找着了。那不就得了？哎，不是，吴金豪，你最近很猖狂呀。你觉得你被球砸只是一个偶然吗？那件事情我迟早得找你报仇的。说到了这件事情，我还有一件事情要提醒你。小心你的食指。食指？食指？食指怎么了？走着瞧了。食指。喂，你真的能自己回家吗？我又不是生活不能自理了，还不能走路了。那你还记得你家在哪吗？我家在。吴景浩，你是个变态吧？又套话。没有，我就是想看看你清不清醒。如果你不清醒的话，那我就只能送你回家了。让你失望了。喂，妈，今天学校有事儿，我得留下来帮老师，就不回去吃饭了。哎呀，我还给你炖了你最喜欢喝的骨头汤呢。好啊。哎，姨呀，你给你弟弟留点儿。哎呀，知道了，我这一大碗都留给他呢。弟弟啊，姐姐给你留了一大碗哦，不要再说我不好，说要寻死觅活的。怎么说话呢？要活着回来。行了行了，妈挂了啊。哎。这不是我家对面吗？这么久了都没有碰到过呀。
原来是从四中转过来的，在市重点竟然获得过三好学生，这么厉害。哎，怎么家庭成员只有父亲？韩卫。就这么点啊？这也没写转学原因呢。对，是的，是的。哎，好，谢谢，行，谢谢。你最近在学校怎么样？就那样。站住！你为什么每次都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？咱们俩是仇人吗？我告诉你，你又少跟那些学习不好的同学在一起，跟他们学不了什么好。就你这样，有什么资格说我呀？站住！韩飞，我跟你说话呢。白振宇，我们见一面吧。你在干嘛呢？我去找你呢吗？蹲了这么久，腿都蹲麻了吧？你也不想想为什么？我本来就怕黑，而且还有那么多蚊子，我就是怕你趁着天黑在学校做出什么冲动的事。哎呀，我以前都没发现你这个人其实还挺仗义的。我也分人吧，但我对你可真的是没话说。九浩，你以后能不能不要让人这么担心了？唉，因为知道你怂，你还这么关心我，我其实还挺感动的。感动啊？那你帮我把数学作业写了呗。你最近都不做作业，我连抄都没得抄。自己写。但是作为回报，我可以告诉你个秘密。什么秘密？为了你将来的幸福着想啊！小心我姐。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你就不用管什么意思了，反正离他越远越好。什么意思啊？白振宇，我们见一面吧。怎么了？干嘛去啊？今天状态不好，就到这儿吧。可是过两天要彩排嘞。
来，你在干嘛呢？不要老寻死觅活的。这二十一了，我寻什么死觅什么活呀？还有以后你进来能不能先敲个门呢？你看什么？姐，我问你啊，我有一个同学就住在对面，但是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他，这是为什么？废话，那栋楼里那么多人呢，哪有那么巧认于同学的？而且我之前看过一电影，说是两个人住隔壁都没见着过面呢。凡事都要讲缘分的。讲缘分，那太被动了。什么被动啊？谁啊？没什么，我今天看了一篇作文，上面这么写的。我看你是看傻了吧？你才傻呢！我再傻你别吵了，都吵了18年了，还不腻呢？我没跟他吵，我让着他。来，景浩，把汤喝了啊！哎，妈，怎么了？我爱你。哎呦，这孩子整得怪肉麻的。行了，把汤趁热喝了，早点睡啊。嗯。哎。写下笔记就好了。今天去了白振宇的粉丝见面会，现场听最想说的话真的不一样。听听我前两天写的歌，你看的怎么样？嗯。哒哒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哒哒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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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你看看这样。以后我要做出来歌，我写上你的名字吧。你说的啊。你再来一下。哒哒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哒哒。揉碎阳光的影，折成一只飞机，载着我的思绪飞到你心底。我的这种小情绪像是牛奶的甜度，温暖你冰凉又坚守的孤独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原来你也住这儿啊。你是不是跟踪我打听我家住哪儿？你说什么呢？我家也住这儿，就一楼。奇怪了，之前怎么没有见过你啊？我刚搬来不久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哎，我知道一家特别好吃的早点，我一起去。不要。
你们等一下我。丢不了你的。等一下。哎呀，你们看这个。怎么了？肚皮怎么了？哎呀，去去去！昨天我妈开门不小心夹到我的手指上了。然后呢？夹到的偏偏就是吴景浩那小子说的食指，这神不神？这么邪门？这是巧合吧？你做事能不能动点脑子？哎，不对啊，涛哥打球之前让涛哥小心，这可以说是凑巧。但是，连哪根手指受伤都说得一清二楚，这就有点太不合理了。哎，我觉得啊，吴景浩最近有点神神叨叨的，哎，是不是可能让谁给下诅咒了？你俩看过电视剧吗？就是那种妖魔鬼怪附身，然后头发炸起来，就见谁咬谁就直。你别这么说，这不怪事。是啊，应该不会的。哎哎哎，好不好吃？嗯，不错。哎呀，我们韩飞今天也是很可爱哦。怎么看到你，包子都变油腻了？哎，干嘛？喂，吴景浩，这个怎么回事啊？说。嗯，包扎的挺好的。哎，问你呢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这疼！景浩啊，其实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最近吧，我们几个求知欲特别的强。对，求知欲特别旺盛。说说，怎么回事？有时候知道太多事情，并不是一件好事。对了，以后离韩飞远一点，不要老纠缠着他，不然下周你们可能会引火上身。我的天哪，我死了个屁！我起来，我捡回来，我鞋呢？穿上，穿上。韩飞，小心你腿上的伤啊！你每天唠叨烦不烦？别跟着我。干什么呢？这是。小可爱，你怎么这么小呀？嗯。你吃点东西，好香啊！嗯，小鱼干儿，嗯，来呀、啊！怎么不吃啊？你不饿吗？快来，快来！你到底饿不饿呀？嗯，你不吃，就知道玩。原来你在这儿啊！你怎么跟来了？听见猫叫了。它太小了，咬不动这些东西。这鱼竿一看就是加工过的，含氧量太高，小猫吃了会生病的。可是我也不知道该给它吃什么呀。嗯，行，你这儿等我回来。嗯，等着吧，那个二货去给你买吃的。嗯。原来你不能吃咸的呀。有的时候你觉得是对他好，但是会伤害到他。你俩干嘛呢？上课时间偷跑出来，鬼鬼祟祟。你们两个是不是早恋了？没有。主任，小耀啊，你得好好管管他俩了。私自换座位我就不说了，现在
公然在上课时间跑出去玩猫。我们没玩猫。那这样，我把猫给你扔出去，免得影响你俩学习。别啊，主任。主任，既然是为了同学们学习嘛，那其实养猫也是让同学们学习。你看啊，这小猫吃什么，不能吃什么，这是营养学和医学知识。这什么时候发情，发情时候有什么样的表现，这是生物学知识。姚老师，按你这么说，我多听猫叫是不是还多学了门外语啊？这倒不是。哦，老师的意思是，如果我们好好学习，就不会把猫扔了，是吧？主任怎么是这么残忍的人嘛？对对对对对。主任，我保证，我肯定好好学习。您别把猫送走了。哎，主任，要不再让他们养一段时间？要是实在不行的话，咱们再送走也不迟嘛，是吧？你们三个这一唱一和配合的倒是挺好啊。我要现在把猫扔出去，是不是显得我特别不近人情啊？嗯。主任，那猫先养着吧。谢谢主任。别高兴太早啊，但凡学习成绩下降，我立马把猫扔了。好的，主任。看你把学生惯成什么样了。天哪，怎么了？他干坏事了，这怎么弄啊？剪出来不就完？怎么剪？你有小铲子吗？没有。那就只能拿手剪了呀。干嘛？我这可是医生的手，每天消毒500遍的手啊！什么医生的手？剪。我那还有一块，行了吧？还可以，拿去扔了吧。看你干的好事，像不像20？臭死了！今天做了好久的作业，感觉好累啊。但是为了小猫要加油。说起来，吴景浩那家伙还挺有爱心的。吴景浩捡屎的样子好好笑啊。好像就住在对面那栋楼。我想这个干什么？颗心独自的一直在闪烁，那是你，那是我仰望的夜空。多久以前的我，一转眼怎么早已过。也哭过也笑过，就已经足够。相信
天，你也会认同。